诸位，佛陀甲咱讲哦，世界修福，诸位，恁若有过世界吼，就过修福啊。无过世界的人是无福哦，因为无过世界的人罪业直直生嘛。若有过世界，就过修福啊。爱注意，所以无世界的人后果真歹。有个世界人后果真好，吼、哦，所以唔该一句世界受福者，有个世界就福啊。比如讲，今仔日我卖杀生，自然我无顽强，我着长命，啊着吼，啊着无病啊。啊，人生最大幸福就啥呢？着无病痛上好嘛，敢毋是安尼？毋是金钱生呢？人生最大幸福就一世人真平安过日，吼、哦。啊，若是讲着牙乖啊。过你过活十冬也无啥意义，是毋是安尼？不是计规日着去看医生，那么生命搁较长嘛无意思啊。所以有计世界都有收获，你卖倒偷，你的金钱都用不尽啊嘛。听好无？吼、哦，你若卖邪淫，你的外相真好看，你的厝内绝对无迄个淫乱的代志，互你家庭发生无平衡的事。阿公无袂满意啦。后生查某囝婚姻未拄好啦，查某囝婚姻未拄好，这就是有一点问题来啊！你敢知影？啊，所以今仔日呢，你若有世界就福报，你若无世界无福报，所以这世界真重要，所以一定爱有正知嘛，一定爱安尼，吼、哦，有世界就福，记咧。啊，你若无世界，你今仔日食伊一斤吼，你拜日来，我再爱行伊十人领，走袂去啊，哪有可能走去？绝对行个十人领，所以你唔敢去讲食一块肉，你就想讲这块肉唔知送个，唔知阮爸母个呗，还是阮公阿妈个呗？你要知影呢？我并无乌白甲你讲，因六亲眷属啊，吼、哦！所以诸位对长在起啦，你绝对爱修改、修改佮修改安尼。若无呢？你从今起，你的人生绝对无啥改变。你若是有要彻底。还唔对，较紧发落惨个，因为真内底中个是杀到阴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梦是啥？大梦你着啥呢？我讲出来话去，予伊失利，但是我得利。这个在家的人就是安尼，迄、那个叫做大梦语啊，吼、哦！记得哦，加做生意，我这话甲砍到予伊交我买，我甲你讲，你了真济啊，你唔通欢喜，因为迄是大梦语啊，所以讲个话予伊失利，你得利。这个做你的在家的一种大梦语，但是出家的梦语是安怎呢？未净恭敬，啊无，唔是阿罗汉境界啊，就讲讲我都已经安怎样啊？迄叫做大梦语，迄绝对对了，哈、哦。所以真内底唔对，较紧发怒忏悔，全消除罪业，对今生，哈、哦，今生的以后就对。你皈依三宝，有修改，有一个照戒路行，今生的以后。你活得会真轻松，吼、哦！啊，若无呢？你活得也袂自在，吼、哦！伫这个忏悔法义上吼，我甲诸位搁再另外讲一个哈，比如讲家己的师大人有去破病，啊，真严重。不过这个问题做后生查某囝的人，你若是佛法了，你有哪会使替伊忏悔？安怎样吼？你会使替师大人忏悔安？啊，迄、那个忏悔偈爱念哈，吼、哦！迄、那个忏悔偈爱念，啊，你着讲爱念，讲地主某某人代替啥物人忏悔安尼。当然，一切罪业拢是心口意所犯的，这是无唔对。但是呢，忏悔功德来拜佛的功德，较去回向哦，四大人身躯边的冤亲债主安尼。安尼来，四大人那是应该好起来，伊会好起来；那是应该倒，较袂痛苦安尼。吼、哦。这个记咧哈，搁再一点，我来甲咱说明一下，因为这个宋朝武帝吼，伊病甲真痛苦，到尾一个禅宗大师吼，替伊忏悔较好起来呢，吼，因为伊未当，已经未当起来拜佛忏悔啊，所以这个大师就替伊忏悔。啊，这个个武帝是安尼，伊讲啊，师傅，我无法度呢，我要叫我忏悔，我无法度，要安怎？吼，这就另外，伊得家己有忏悔心。啊，有忏悔，即卖即个禅宗大师甲讲好，我替你忏悔安尼，安怎样吼？安尼来，伊就好起来。啊，那是讲
有的都无要相信，那么这个免讲哈，这个就免讲，迄个无法度，伊就恶言啦，恶言卡掉咧哈。所以这个是大人有个无拄好，你就替伊忏悔安尼哈。即马来呢，因为忏悔过去的罪恶，自然这个未搁再障碍安尼哈，未影响到定慧的分析。安怎讲呢？因为咱人有改，改了后破改。应该咱改来，然后生定生慧的嘛。但是破改定慧就未圆满，但是破改忏悔就会圆满安尼。所以咱这个中国的儒家，我老讲一句话，讲弥天大罪，当不得一个悔。哦，盖世功劳，当不得一个轻安尼。轻就是骄傲意思。所以一个人有大唔对，你忏悔佛光。甲菩萨的光绝对会去普照你安尼哈，所以忏悔了唔通搁再唔掉去啊！即、這个请大家小心一下哈。所以忏悔了清净啊，那么你若唔知通忏悔咧，当然迄恶业会影响，恶业会影响呢。那想讲心中有一个伤受伤安尼。搁再来以前就甲咱讲，伫深夜自私，有时阵咱人吼做一段代志唔对，半暝会困袂去。睡不起，你就自己想，今天我才这么懵懂。譬如说有时会累的人，会迷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就不时间说辛苦与三业，啊，这你那晚上，啊，今天我才会这样，发一个脾气而已，他又跟说到这样，吼，迷到这样不听。你在深夜自己自私良心发现，吼，这样自然你就会来忏悔，那个中间就忏悔了。因为有时我们做不对，吼，这是我过去有哪样，吼，我就会先哭。安听好无？我伫附近哭呢，哭讲啊，我今仔日都有几下苦啦，啊，家搁在遐懵懂，哭哭啊，就大哭哭哭安尼，啊，就轻松啊。哦，安怎吼？哭哭就轻松啊，吼、哦。因为有时阵一个恶心吼，要改也无好改，这是实在，但是拢会搁再去翻掉。啊，这直直哭哭哭哭就轻松，来就较未翻掉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良心上会谴责家己，啊，你着去暗暗咧想想的，无你起来。暗时你若是安尼，家己都少动吼，啊！你想想了，你半暝你用那爬起来拜佛拜拜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忏悔力量真强，安怎样吼？吼、哦，安尼较健康。所以那是经过忏悔啦，吼、哦。譬如讲，迄个无事不过个人的这种心境，迄款大代志未使共讲的呢，唔敢共讲的，当然这个心地会坦白起来，吼、哦，未搁再有这个罪恶的诱惑安尼。这个罪恶有悔，我咧讲，这个罪恶那看伫身躯内底无讲出来吼，我甲你讲，亲像人个忧郁烧伤，迄致命伤真大。咱人个忧郁有一个树干，这个树的干吼，绑伫身躯里，你敢知迄点气结掉咧吼？有时阵食饭食袂落，茶水拢无想要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代志安尼好，哭出来，大哭直哭哭出来，内心就轻松啊，这讲意思。所以今天咱若唔对，佛前求忏悔，吼、哦，求忏悔，安尼来就安乐啊，心自然安乐。但是要注意，因为忏悔过的代志吼，绝对要有一个唔通搁再犯着。我当初去做兵，啊，我做教育班长安尼，啊，教育班长我有一边吼，拄啊要装备检查，啊，内底一挂迄个个教室的玻璃拢歹去，歹真侪地，啊，我迄个个，因为我。做到班长了时阵，到尾做军械师，军械师做四个月，啊，我唔着装备检查，我着去扭扭的，用手扭扭出去买玻璃，要当下家己倒安尼。啊，你敢知我扭去买？因为我伫第七中心，啊，出去咧大拿街啊买玻璃，倒当下了，逐地都伤短、伤细短。你敢知我足受气？我是安怎用这玻璃店甲拆安尼？好，我足受气呢。啊，受气了。因为那是无偌济啦，还玻璃买开头一两百块尔，唔过佫出去大拿街安走来走去吼，真麻烦。我心内真受气，受气我才出去吼。我你敢知我去到迄个卖玻璃遐，我讲老板啊，你是安怎开这玻璃甲剪安尼？吼、哦，我真无好声啥。吼、哦，啊，即马这个老板来讲，阿斌哥，咱客单起来看卖啊，安尼，看到底是你唔对啊，我唔对安尼。即马单客起来吼，嗨啊，我唔对。安怎样呢？因为我甲写对印字落啦，大笑甲写对印字。
因为一个符号安尼唔对呢。你敢知啊？我真歹势，我讲大声呢，到尾伊个菜订菜给我，我讲老板呢，安尼要个玻璃偌济？伊讲唔免啦。吼、哦，我心阿个较艰苦，安知影吼？所以人会懵懂就对啦。所以这个代志我定想咧呢，想我今仔日已经几年啊呢，三十几冬啊，我定记着，因为我当时随时笔记起来，因为我有一个啥呢，我唔是写日记。我拢那是有较特别的代志，我有记录起来，安尼掀开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所以人会懵懂，这是实在。但是呢，人若无冷静，就发生愈大；人若冷静吼，就较袂愈大起来。啊，人迄个头家阁真好啊，玻璃两百几块尔，无啥物偌济啊。啊，我是考虑讲，我阁出出日日吼，迄坐车出来真麻烦安尼，所以我大声就讲讲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我就发怒啊嘛。这是我唔对啊，所以真内底唔敢去讲。你那是忏悔，自然得安乐。所以讲，君子有个人该见智啊，这人该见智。君子的人，有做唔对，但是伊忏悔，人拢会看到。所以这个话内有一句叫做“亲像一卦”啦，伊个解个亲像一卦，人拢总知影，因为伊心地变光明啊，就亲像一卦。哦，所以一句话去讲，讲君子坦荡荡，小人中切切。这个话那是叔叔讲的哦。哦，君子的人，伊的心地真坦然自在，但是小人都唔是啊。所以，所以今仔日咱是去学佛，咱的心地绝对爱真光明磊落，唔通做一个唔对了，啊，搁再无要改变，啊，搁再来借口来自圆其说。安尼就无对啊！吼、哦，唔对就唔对，实在有勇气面对现实改变，安尼较对。千万注意一下吼、哦，这个虽然是讲出家啦，但是有那因风个代，今仔日在家两种的一种品德。那么出家种的戒是比较较深细，吼、哦。咱今仔学佛的人应该讲究的这个律宗，那是真正出家爱讲究这个律宗。哦、因为出家人的这个论吼，我前日有甲咱讲过，有一个十相论，有一个四分论，有一个正机论，甲五波论安尼。出家人应该会注重这律宗，吼、哦、律宗的一种研究。但是注意，因为这律宗重要，以前来底我那有甲咱讲到，就是杀盗淫要真小心，绝对唔通去牵连着。吼、哦，因为迄个是当界，迄个是当界。譬如讲，我谈到有去讲迄个个啥呢？哦，迄、那个在家菩萨戒吼，来戒本上一本画一个，一本画一个，来，好、哦、好，菩萨来，你遐坐，你遐坐。所以咱即马真内底吼，恁若有要去修吼，真内底即个在家菩萨戒内底六重戒，恁爱注意吼，杀戒第一，道戒第二嘛，听吼，道戒第二，大妄语第三，大妄语咱做恁咱在家妄语，我甲恁讲，就讲谈到讲过咧，今仔我讲这话开，何有伤害着？啊、我得到利益，这个就是大妄语。好、哦，或者是讲公开了，互因冤家相拍，叫那大妄语，这是爱小心。所以这个大妄语界，啊，搁再来邪淫界，哈、哦，啊，即卖来就说四种罪恶界。恁在家的人绝对唔通讲到这个边边动产都有，有报是有报也唔对，搁出家人有些唔对，恁无资格讲，哈、哦。即卖第六条，这个过酒界。过酒界是安怎样呢？记得啊，过酒界这个就是卖酒甲客酒给人吃。这条是卖酒哈，过酒界啊，甲去客人买酒安尼。注意，这种过酒界那是犯着哈，卖讲有受戒甲无受戒。注意，恁那是刚厝里开这个干妈店无无杂货店，恁千万卖卖酒。我甲咱讲真正，千万唔通卖酒。是安怎唔通卖酒呢？因为卖酒的人吼，无论你有受戒无受戒，你来时拢真痛苦，爱出世做五百岁的软骨动物，爱知影哦，五百岁的软骨动物咯。譬如讲大棍啦、啊、河流鳝鱼之类的，甲蛇，你敢知影？啊，出世了五百岁起来到人间世吼，你要看迄款卖酒的人起来人间世，什么款的人呢？有两种人会当加咯，跨跨蛇，空空电空电，
恁敢捌看？有两种诶人会变，第一就是卖酒诶人，第二就是放火烧山诶人。卖酒诶人，因为即个酒佛陀内底讲无明药，无明药，因为食酒诶人会昏沉，吼、哦，会安尼马西马西，迄、那个头壳会渐渐要无意识去。啊，所以卖酒、食酒诶人会变安尼嘛。啊，所以卖酒诶人白日会受报，就是有那空空，啊，街仔路乌白行呢。安怎样吼？吼、哦，即爱注意哦哈。所以这六段戒，恁若是有受过菩萨戒，这六段戒爱真小心。吼、哦、啊，后壁迄个二十八天戒啊，吼、哦，恁家己去看，看看恁若是讲啊，我会使啊，较紧去修，因为修咧到底真殊胜，菩萨做你诶朋友。吼、哦、啊，将来。什么代志拢较容易，佮更加圆满安尼哈。所以，这个是在家戒啦吼，在家的戒，在家菩萨戒安尼。即马来下面这段灵持五净戒，三业含清净。哦，即马来了解下。即嘛，这两句相啦吼，灵持五净戒，三界含清净，论意义，论意义哦吼。有那是在家弟子所应该学习的，但是从思想来甲讲哦，佛特别为出家弟子讲安尼。佛陀这两句话，佛陀有特别向出家的弟子讲，这个就是安怎呢？这两句话你若修哦好。就是伫这个世间道，啊，甲未来的出世道安尼，出世离欲道的必备资粮。今仔日若是将来要有实质的解脱，这个境界真要紧。啊，你的境界是牵连到这个三业，三业是啥？心口意安尼，吼、哦，心口意哦。因为今仔日心口意的业，若是要阁继续做。那么将来当然无解脱的这个个机会，因为今世做做伊个堕落啊，堕落落到底唔爱搁再几万世卡搁起来，因为人生难得，所以注意唔通讲一失足而成千古恨，吼、哦，这点爱注意哈。所以呢，因为杀刀淫心口意斋吼，是出家必定爱准备的资粮安尼，因为修这个持戒就是个修福。世界就是世界界，身躯的杀刀淫唔通犯，嘴的恶口奇语妄言两舌唔通犯，安尼你就有福啊！你的福会真大，吼、哦！啊，佮即个啥呢？即、這个个心的贪嗔痴，莫不时启动这念头，因为十恶业若无做，你变十善业，上界无你今世结束了后，你一定会去做天人安尼。哦，这是实在的代志。你最少有哪去做天人啊？所以在家的在家甲出家的七种弟子哦，修学出世道，吼、哦，就是世道，我哪会使讲？因为世道的中间，就是你若是无修五戒，你后出世就无迄个机会做人安尼啊。吼、哦，所以修仙，你若要修甲出世道哦，修仙一定要安住伫这个境界。就是清净，卖犯到这个心口意业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以净戒为根本，因为任何菩萨道，或者是讲比这个个阿罗汉道，还是辟支佛道，一定爱净戒，无净戒绝对。别讲你去修阿罗汉，免讲，迄无影的。所以咱有。甲咱说明过，密宗的信搁去食肉，就错误啊！修密宗的人去食肉，就错误，迄绝对千错万错的。迄唔通讲伊家己不要紧，也唔通讲伊念咒就是要多因，迄拢总无对，吼、哦。所以今仔日呢，这个心口与三业，那会当清净啦，吼、哦，会当清净。我因为有清净，就无作业啊嘛。会当清净，你就会当生。或者讲宁静出世间的一切功德，如果那是无清净哦，最记好哦。你搁原在十恶业要搁做，
那么要解脱的机会，就是讲出世机会真微弱，什么功德都未圆满。我简单比如一个例，今仔日你有个杀生，杀生有直接，啊个间接。你若是去食肉，就是间接。会记真哈，你若有去食肉，就是间接杀生。那么你有个杀生，第一，你搁再继续作业。因为你无去持戒，无去持戒呢，你会继续伫咧作业。譬如讲，今仔日业色中，你原在一世人伫咧作业，所以这个业力不断，这是第一个歹处。第二个歹处，你今仔日有去食肉，什么功德拢未圆满？迄谈到都讲过，犯戒的人什么功德拢未圆满。第二，第三，你的身躯边业障倍增，吼。这是第三，唔对。第四，你的身躯边无护法，记得哦。你的身躯边拢无护法。第五，你来世对了安尼，五个歹处，我所知的五个歹处。所以一口嘴都未正正，我无骗你。吼、哦，这五个歹处伫你的身躯边，你的厝内有哪未圆满？因为有杀生的家庭吼。哦我跟你讲，迄、那个家庭在亲，那照福建计讲，迄、那个家庭在亲像蒙阿波安尼，好唔好？福建计讲哦，迄、那个家庭在亲像蒙阿波，啊，想得开安尼。所以，咱个家庭会光明，什么代志拢注意圆满，咱家己个家庭未注意未圆满，因为咱个家庭在一点阴离大调咧安尼。所以福建话计讲，杀生个家庭在一个咱像蒙阿波相像。你该想看卖啊！所以我讲一嘴都未价钱，我无骗你。啊，即马最近啊，阁有人去讲，师傅，人唔过人佛陀讲有三净吧？对吼？你敢捌听到？来，我恁讲，迄是早期的佛法。早期佛法是因佛陀迄众生还未活来，啊，因无当食饭，所以佛陀唔敢定讲三净吧，恁卖食安尼。啊，现在来经过一段的教育了嘛，经过一段的教育了、哦、经过十年过了，佛陀在皇顶期，因为阿含十二嘛，皇顶八啊，到皇顶期如客，这个叫灵客经，佛陀就制定了，从今起，恁一块肉就不能吃到了，这样。啊，现在已经这个佛法通报到那个在家的家庭去了嘛，在家家庭现在佛陀就已经说了，所以他们现在在家的人那现在这个出家人要来突破啊，因即马有特别做迄个无，迄个清气想的啊，安了解吼？文殊菩萨，我若讲一句话安尼，讲恁若要食的肉，迄块肉就烂甲亲像迄个烂茶安尼，迄糖已经扯过，剩一块皮啊，伫啊，恁家去食，有无？迄肉若烂过啊，已经打起啊，讲亲像迄个腐臭安尼，恁要食恁家去食，敢袂食者？袂食起来嘛，迄糖拢剩过啊。但是这个是到这個阿含期的中，阿含期经过，甲这个皇顶期，现在来甲蒙期，蒙期已经佛陀要涅槃啊，大骑摄来问佛陀，讲佛陀你若是涅槃了，地主的生活要安怎样？因为地主的生活一定在家中供养嘛，唔过要安怎样食饭？伊即嘛讲安尼，恁拨呐退出去，啊有在家地主。拢会甲恁囥囥个，吼、哦！恁一家无够会囥吐巴，第二家拢爱吐巴甲七家。啊，那是有肉，恁出来了后，迄、那个倒着肉汤、鱼汤个，诶，迄个菜甲饭，恁出来了啊，咸遐个。啊，即嘛再无倒着，再恁囥个边啊，囥个边啊，迄个巴摕去洗，洗甲无味。啊，即嘛来呢，还无倒着鱼汤、肉汤较食呢。安尼佛陀有界定，即个食饭的关系好无？你甲想卖，食饭的一种敢像清净。所以今仔日呢，爱注意哈，爱注意，莫讲啊，咱佛陀都安怎？哈、啊，你唔通注重早期的即个佛陀的环境，甲起来即卖用，安尼无对。早期啊，初初佛陀都要计无入迄个众生要来修行，迄段叫做早期，唔通注重迄个要起出来讲。吼、哦，安尼袂使，啊，唔通定要讲方便，方便随便，到尾就吼、哦，
都无去啊，都唔对啊，所以变得直直作业啊嘛。啊，随缘到尾就绝缘，我无骗你，吼、哦。所以食众生肉，都有五六点的歹处置咧，我都坦白讲过就好啊，哈、哦。这个心口意业拢爱清净，但是这个心业甲口业吼，这个口业有执甲出的业。出来要讲话，就爱讲好听话，讲正确的话，这个叫做出的业。那么唔通搁再食着肉，那是食肉就是入了也无清气啊。唔当注重肉肚当作亡阿婆安尼，记着哈。唔当将肉脯当作亡阿婆，当作动物的亡阿婆安尼哈。来，多亲像维教经给讲，这维教经就是佛陀要涅槃进前的这个个几句话。这维教经无差不多两页一款，两页三页尔。今来这有讲安尼。若人能持正戒，即念有善法；若无正戒，诸善功德皆不得生。你看这严重，所以我坦白唔敢讲，无修戒的人，什么都未圆满，对不对？修正戒的人，哈、哦，若人能持正戒，即念有善法嘛。哦，若无正戒，诸善功德皆不得生安尼。什么款的功德对你都无效果啦？你搁上经嘛无效果啦。所以唔该有甲咱讲过，无当斋的人，你千万卖上经安尼。上经有过失，记得哦。你若有想要上经要持咒，持咒一定爱当斋二十一天后，安尼来开得到善德。现在来你有想说要上经的功德，那么你一定要当在四十九天后，这样七七四十九天，四十九天后我想说要上经，你才去佛前跟菩萨说，这样知道吗？这样来看得到殊胜的功德，如果不能得到殊胜功德，再说上经的意思怎么有一个彻底了解，不能乌白回向。那么这呢，这个就是差不多这段，就是讲在家爱注意的哈，因为这是有讲在家甲出家吼，诶，七种地主拢爱修正戒。啊，搁一点哈，搁一点，迄、那个男女间的这个个生活哈，恁有爱家己小心。那是迄个菩萨生日啊，七一十五、六斋日、十斋日，注意恁那是夫妻最好分房安尼，会记着哈，分房。安尼较袂去犯着错误，哈，这点注意一下。因为这个问题是牵连到下阴界啊。好、哦，这个我伫迄个八关斋戒拢不是计讲起哈。即马来吼，那是用 BQ BQ 呢的古作界来甲讲，第一修和所修的别解脱界安尼，那是 BQ BQ 呢是安尼哦。什么叫做别解脱界？因为心有心界，萨埵耶口有口界，心有心界，这个叫做别解脱界，安尼一条一条，譬如讲过去都还佫修无好势，啊看对一项去犯着，啊一条一条去处理好，卖犯着，安尼这个叫做别解脱界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就是一条一条爱防止啦，安尼叫做别解脱界。但是犯着了，唔通暗砍，较紧生惭愧心，如法忏悔。对佛陀、佛者的这个，第二就讲对佛者的这个愧责，这个愧就是发愧，啊个原则发责。在这个行诸作恶的违义中，譬如讲食饭啊、穿衫，应该守的规定，我们爱照起工来。出家人是爱安尼哦，吼、哦。因为出家人是众生的模范嘛，啊，若有威仪，较会度众生；无威仪，较袂度众生。你看看，这个个五 BQ 的马性，伊人生做袂歹看，啊，伊去行路有风，有威仪，到尾度到这个个上呢，度到这个个下利佛，甲这个木建连安尼，你甲想卖？干那伊的威仪呢，度到因两位这个个大德，啊，到尾伊这两位大德，个领五百种的弟子来归顺。所以今日出家人，我有定讲过，一定要注重品德，吼、哦，注重人品，啊去行路唔通吊郎当安尼，安怎样吼？行路吊郎当怎样吼？啊唔通嘻嘻哈哈，吼、哦，这个注意一下。
就是咱作为做在家地主，你嘛爱做厝边的模范呢，爱做咱族人中的模范，安尼来较会当度咱的这个亲族，啊，较会当度厝边隔壁，因为人拢有去看，吼、哦，咱都已经皈依，有去修行，有去学佛，人厝边拢会知影，知影了，咱若有时失觉察，人会甲咱笑。啊，咱若是有健康，人会照咱意思来去进修佛法安尼。就是厝边隔壁有啥物无圆满，咱来甲劝人嘛，较会听，会听咱甲劝伊来皈依佛陀，吼、哦，安尼来较伊的人生较会改变，安怎样吼？所以这个行诸宗哦的危机，虽然是结讲出家，但是在家有那慎重一下，啊，得爱去尊敬师长。出家人呢，对家己的师父爱十分的恭敬。这是实在，因为有解脱无解脱，师父对咱的恩真大安尼。我千万，我个安怎想都是安尼。所以咱中国较早嘛有一句叫做尊师重道嘛，这讲意思。哈、哦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同参道友中间呢，爱扶持到这同门的这师兄弟安尼。哈、哦，但是出家人绝对爱听法，一定无道门真正袂使，因为无道门，家己蒙蔽。蒙蔽呢，拢会做唔到，所以真侪真侪唔听经文法的人会对了，吼、哦。所以佛陀讲一句讲：无闻必求，必乐大乾。无闻的必求啦，哈。这个大乾经讲啥？就三恶道，无要听经的必求哦，无要闻法，将来会落大乾的。大乾就是三恶道。所以烧香，那是用这句话来讲，当然是严重是无闻必求。但今仔日咱既然要学经，要听经闻法，咱是为着解脱嘛。啊，解脱是目的啊。但是这段过程要哪进行，就是对听经闻法去。因为你今日无听经文法，到底佛陀甲咱教啥，你完全唔知影，将来要哪解脱，要修对，要对对修，哈、哦。所以今日是事实，我那爱道文啦，所以道文的功德第一啦，文法功德第一嘛。一切法共用，一切共用的法共用第一，这是华严经讲的，哈、哦。所以一定爱道文，但是你若去瞎书妄法听，还是白听，还点都无好，哈、哦。所以今天不敢讲一定爱道文，那是这呢？譬如讲今仔日应修的规戒，甲尊敬师长、护持病人、听法、修定，我爱修定，因为戒定慧三学，这是必定爱经过啊！吼、哦，而种种的善德，这种一定爱做。所以这呢，一定爱如法学习，做甲下到这个佛陀、佛者的这个规定，甲佛陀这个戒律安尼。安尼才会当适应世间，啊，才会当无互社会正人君子来甲咱踢笑，甲咱骂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才袂互教内下即个高僧大德甲咱苛责。注意，咱要建立一个个人的好形象哦，我甲你讲无好建立，一句话唔对，人不是甲咱记咧，对吼、哦？应该知影，好的代志人袂甲咱记哦，一个唔对，人就甲咱记咧。所以今仔日，咱既然要做佛弟子，卖甲佛祖闹亏安尼，吼、哦，唔通讲手拄挂咧，啊一支嘴乌白讲话。所以尾啊，伊才着讲安尼啊，出家人袂使刮目抢机，这是对啦。无啦，应该是无安尼啊啦，袂使去着这个啥花街柳巷啦，袂使去酒肆，袂使去政治机关走动，因为这阳气生着不正心。心无清净的所在嘛，出家人应该袂使安尼做。那么咱在家的人敢袂使？敢好？我看是卖较顺。啊，今仔日注意，咱若是要过去这个所在吼，实际讲，我感觉无介好，千万卖去。因为这个所在拢是惹是生非的所在。今仔日南疆注意一下，卖去 KTV 啦，卖去卡拉 OK 哈。知影吼，咱女将嘛是烧香，有朋友亲戚来烧吹，带厝人欢喜就好啊。大家坐坐谈谈的，啊，借机会
甲因教育一寡佛法，安尼讲一寡佛法互因听。啊，即马毋是即马青少年，也是做伙，就要来去 KTV 嘛，吼、哦，对吼、哦，啊，就要来搁较聚会，会生理人去交往的交际所在，就要饭店啦，要去酒家。但是其他三宝地主，若去酒家就无对啊，这是实在哈。若是要交际，淡处人。当厝人啊，到家己的客厅嘛较亲切，安怎样吼？所以卖过去这走动。但是那是都有必要，政治机关、政府机关，你都爱去申请啥，迄都无法度的。这在家人就较无可厚非。但是出家人呢，我拢总叫在家人去处理，我唔爱去行遐。安怎样？我都无爱去行遐，政治机关的所在，我唔爱行遐。因为我厝就讲无爱去交接的，将来吼人情欠真济。吼、哦，啊！伊若是讲有要从啥，就来这个道场，甲你讲，和我讲两句话啊，伊就要来徛，再甲你讲两句话啊。啊，咱去说话的时间，阁会讲两句啊，吼，改成无啥哈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吼，记得啦吼，因为这拢容易惹是生非的所在啦。在家人卖惊迄个位哈，卖惊迄个所在。那么第四行就是小块的罪，咱有哪唔通甲轻易甲放我过去，吼、哦。要记得哦，因为你若轻易，甲看作真轻易，安尼甲放下去也无对。因咱有时会讲到一寡唔对的话嘛，电话中含人去聊天嘛是唔对呢，你敢知影？含人讲讲迄无啥重要的、无重点的话嘛无对呢。学佛的人即个忘记界吼，迄、那个就变成啥机器啊？啊，最好卖讲消遣，因为消遣无品德。啊，注意，咱若是佛弟子吼，咱讲话绝对袂使地去中伤一个人。法义上有唔对，咱爱调理，但是绝对袂使中伤人。所以以事对事，莫对人，唔通安尼，安尼人会甲咱看衰歹。吼、哦，这点啊，大家注意一下。厝边隔壁若冤家，唔通直刚刚讲甲真刻薄的话，尽量忍受、接受、忍受安尼。这个忍足就是顺忍嘛，唔通讲要搁含那一句来一句去。无必要，吼、哦，即个爱注意一下。所以即内底嘛，一丝仔代志，咱家己有爱经验扶持啦，吼、哦，安尼才是一个真标准的佛弟子嘛。啊，搁再会安住伫境界呢，安尼才有可能引起到一切善功善德安尼。即点就是在家甲出家，即两即几点问题拢爱真小心，因为咱爱表现，互人知影。我是佛弟子，我佛弟子是一个有品格的佛弟子安尼，要让众生来做模样，让因来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你得爱家己有这种的感悟，这种的想法才会使。唔通讲做一个佛弟子，啊穿短裤衫啊，乱乱说，啊鸡仔头捆来阿只，鸡仔尾捆来阿只，菜鸡仔头食到菜鸡仔尾。这敢好看？那爱食要等下存人食吼，人较无看到。你搁食偌大嘴，咱嘛袂看到。咱知影吼，你真正爱食，因为个人有迄个嗜好。这物件真好食，我爱食，但是唔通现场就买落去当遐食，买等下包等下存人食安尼。吼，安尼个人较袂讲啊，这人无啥好食。吼，因为福建人有那重迄个形象嘛，查甫人重形象，福建人嘛重形象呢。有些形象了后，人看到吼。就歹看，就无好啊！安怎样吼？来，咱即马搁再来讲下面这段寄言，我搁剩几分。即马修行爱注重的就对，即马来搁再注，他们拄啊迄个所在是讲到啥？讲到心口意安尼。啊，即马下面这段就是要讲六根啊，讲六根哦。你讲咱做八关斋个忏悔，是不是有那忏悔心口意啊？恁伫我诶八关斋内底，敢是安尼？对吼。第二是毋是忏悔着六根？迄、那个演珠师带动咱来忏悔六根，所以我甲咱讲吼，咱去做诶工作真健康，因为身口意业会做是恶业，六根会做六交报安尼。但是咱今身口意含六根有直接关系。所以咱就甲咱带动，伫本师释迦牟尼佛前忏悔十恶业，伫弥勒菩萨前忏悔六交报，
吼、哦，所以真内底佮讲密合诸金五金门，饮食低质量，勤修五如客，以静低而住安呢，吼、哦。因为这个是包含着四项的修法，包含四项的修法，第一就是密合五经文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为教经的这个制服五经及制服心。五经是啥？就是眼耳鼻舌身，这个叫做五经。啊，佮加一个心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意就是佮讲心。所以这个六经内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就是认识的门路。啊，那叫做六根是认识的门咯，因为伊是认识啥？是认识六尘安尼。认识六尘，譬如讲，这个目睭伊是对色尘，耳啊是对啥呢？对着这个声尘。因为目睭那咱凡夫是袂当对声尘，耳啊嘛袂当对色尘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是认识六尘，但是认识六尘了会生色，譬如讲眼观色。你听声，即马你听声了呢？耳仔听音声，会了解讲这个人到底佮讲个好听啊，歹听？这个叫做认识的这个音声，伊的这个路。目睭去看，到底这个是甚物颜色？看了会怎知影？所以这个叫做去看了后，就有绿色生出来。吼、哦，就是绿根对绿尘了后，就会生色安尼，所以生绿色。安尼伫佛法内底叫做十八界安尼，所以这个六根看到六尘、触六尘，应该讲触六尘啦，会生六色安尼，会生六色哦。所以生六色了后，会结功德财，吼、哦，会摄入，因为咱人的根摄入尘安尼，那么会摄入了后会变啥货呢？因为咱人会贪着。所以这个六根另外一个名叫做啥呢？叫做六爱喜。好、哦，咱记咧哈，叫做六爱喜哦。因为贪着的叫做六爱喜。那么另外一个名叫做六累劫安尼，六种内底的七啊。六爱喜甲六累劫，六根是安尼哦。六根另外一个名叫做六爱喜。因为伊看到了后会欢喜，会贪爱，做六根叫六爱，也叫做六种的内察安尼。好，因为伊会偷功德财，注意记好哦。咱那是佛陀像安尼直直去做哦。不过呢，根对定了后吼，那个不是个起心动念，我跟你讲，迄拢完蛋了。你搁做偌济都未堪积，再去贪着。哦、所以这个名称叫做六爱喜，因为安怎呢？五根是安尼，见色闻声，目睭是见色，耳也是闻声，鼻是鼻这个芳草，啊，咱人的气就是这个嘴的气，这个就沾这个味，啊，身躯就是感触安尼，哈、哦，但是闻声了后呢，会搁再起心动念，就是这个意啦。这个耳杂，这个音声好听、歹听，所以真来点，我讲地法安尼，因为耳会去起心动念起来。譬如讲，看到这个物件，看一个随分别这个色了后，不过咱两个第六色，这个意识内底未安静，未安静，因为即马看到了，会搁再起心动念，生出别种问题去。所以这个叫做啥呢？哈、哦，叫做这个个地法。但是这个呢，一定要严密修好，真来点，甲咱讲。想到我爱严密修，因为伊会结功德财的关系。所以咱人若是看，要过一味，自然就空虚妄想。那安尼落到地就无对啊。所以真内底唔可去讲六根，亲像狗挖一个坑，下六个坑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是爱严密修，像咱讲咧，亲像看门的人，吼、哦，看门的人，伊真内底，比如讲鸡啊狗啊窜入来了，或者讲贼啊入来，爱甲拒绝，爱甲赶赶开安尼。哦，爱注意哦，这六根爱做是修好的人爱注意。一般的人见色还是闻声的时阵，拢会处相执着，吼、哦，会分别处相执着。下意的，伊就处相引起贪欲嘛。头前迄个贪嗔痴，就是对这个所在起点的。
吼、哦、贪嗔痴无下意的，就引起畜生生起嗔恨了呢。吼、哦，下意的欢喜，啊，无下意的受气。所以阴声也是安尼，听下我的意，啊，就欢喜；无下我的意，啊，就懊恼啊。甚至拢一般拢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会生起嗔恨，啊，家己袂当控制心肝，控制这个心念。啊，就生出种烦恼，安尼转，迄个烦恼就是安尼起出起心动念，安尼，安尼自然会造业堕落啦。这点重点是讲安尼，所以六根爱先注意，无事的时阵卖到处攀缘，我无骗你。因为安怎呢？看过了后吼，还是听过了后，拢袂安静，一般是安尼哦。所以今仔日唔通到处攀缘安尼，啊，你唔通讲到处攀缘是去结缘，迄唔是安尼哈。不是结缘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注意，唔通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卡袂到，啊，特别讲今仔要来遐，要来遐，要看遐，要看遐，啊，要食遐，要食遐，唔好安尼，因为食了习惯性掉咧吼，将来要远离真歹远离，吼、哦，所以现在咧有甲咱讲，要注意六根，诶，这个代志，啊，这有引起个其他诶这个话吼，咱后礼拜较去甲咱说明，吼、哦，后礼拜较去说明。